嗨，我是草莓甜心。今天我的好朋友约我去森林里，我们要去露营呢，所以呢，我要穿一件凉爽点的衣服。我们来找一找吧。打开，哇，他的衣服好多呀。我们选哪一件呢？啊，选黄色的吧，看起来黄色很清爽，夏天应该很适合穿。拿出来，黄黄的，找好啦，就是这一套。我们给它换上吧。噔噔，换好了，再给它穿上拖鞋。给他梳下头发，他的头发好长啊。梳好啦，给他选一个发夹，选哪个好看呢？选这个吧，这个很好看。夹起来，哇，换好啦，出发喽。